向给人健康形象的 Ella 陈嘉桦，近日在猛男簇拥下现身台北街头，为知名健身俱乐部代言，她也现场带来一段活力十足的步步舞。哇，现场的朋友也这个为之动容啊，很想赶快来参加吧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WorldG 这个大家庭。Make some noise！ Ella 除了呼吁全民一起运动外，健身有成的好曲线连老公都赞叹。还有发现，因为他说我以前是那种没屁股的人，可是现在就是已经屁股有点线条，有点微翘了这样子，他也很满意。你老公最喜欢什么部位？哦，他是我老公嘛，我什么他都爱。他最喜欢我的平胸啦，怎么样？既然身为代言人，会不会揪老公一起去健身呢？他其实不用我带，他自己也很爱运动，而且他也还蛮漂亮的，所以他只要一旦开始哪里的肉又厚了起来以后，他就会开始练健身，去健身房练。我们都会讨论，比如说我老公的教练，我们就会说哇，他屁股真的很翘，很想拍他一下。因为其实那些教练身材真的都很好，而且都很标准，所以都会很羡慕他们有那样子的翘臀，然后也希望期许自己未来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成果。Ella 在舞台上活蹦乱跳，可算是最称职的代言人。有了偶像的号召，想必粉丝们会更愿意一起动起来。WorldNews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